5000蚊一盒口罩，听起嚟好不可思议，但中环嘅呢间药房就喺今年1月尾，全港嘅口罩都出现供不应求之际，佢就卖5000蚊一盒 3M 口罩。3M 口罩几钱啊？3M 口罩100蚊一个。100蚊一个。冇错。咁如果一盒即系几钱啊？一盒50个噶嘛。50个5000咯。哇！好好玩啊！唔係我揾曬啊嘛，大佬都係俾人哋揾咗嘅啫。事隔接近2個月，當大家以為藥房可以靠住賣口罩或者賣廁紙喺逆市之中賺錢之際，呢間曾經賣5000蚊一盒 3M 口罩嘅藥房就宣布要執笠清貨啦。執笠前最後3日，藥房劈價促銷，零食、可樂同埋迎合內地遊客需要嘅藥妝，一律買一送一，吸引唔少路過嘅市民揀下睇下執平貨。可唔可以睇㗎？最好唔好啊，因為佢唔係獨立包裝啊。哦，明白。但口罩就冇得買一送一啦。藥房現貨售賣嘅有標榜嚟自墨西哥嘅口罩，298蚊一盒，同嚟自越南嘅四層口罩，398蚊一盒。價錢唔見得特別平，但依然有人買。至於之前炒到5000蚊一盒嘅3M 口罩，有冇滯銷呢？有冇3M 嗰只？3M 賣曬啦，已經。3M 賣曬。係啦。幾錢啊？之前有冇話賣？之前次次都唔同價錢喎。我記得我二月嚟嗰陣，好似話賣緊100蚊一個噶嘛。依家就唔使。你要幾多啊？你要幾多啊？我幫你攞，晏啲先有。我晏啲，你哋仲有嘅3M。我依家落定，我晏啲攞俾你。賣幾多錢先？你賣幾多錢先？有一隻38，有一隻就58，有氣閥嗰啲咧，透氣純嗰啲咧就58。58蚊一個。係，咁啊一盒就10個嘅嗰只。咁點解要執啊？點解要執？做唔掂嘅執咧。如果你業主嘅話，你唔使租金俾我，咪唔使執咯。明唔明啊？淨係賣口罩夠一個月20萬租金咩？口罩炒窿咗，加上遊客減少，早前唔少公司型企業都實行 home office， 令到中環一帶人流減少。面對租金依然高企，藥房負責人就唯有及早止蝕離場啦。